重症的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，立腺体的基因突变。这不是罕见疾病吗 ？Jack， 还好吗？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好久没有听到怪医白杰克的事，你们在值班的时候看到他吗？没有。到底是有还没有啊？没有。陈医师每天跟白杰克要梦游的，他比你更需要林医师。我白杰克。是追逐流星的寻梦者，画下独一无二的图案，在每个夜晚把星空点亮，迎接耀眼的世界。我们是追逐流星的寻梦者，画下独一无二的图案，在每个夜晚把星空点亮，迎接耀眼的世界。我们是追逐流星的寻梦者，拉近转瞬即逝的时间，在每个明天能踏上霓虹，迎接光彩的未来。